理由是人们多喜欢的字眼，它能够使你中断为一天周而复始的烦人琐事，是一种暂时的解脱。只有走出去才能享受大自然的乐趣，使自己的胸怀得以舒展，心灵得以净化。一旦大自然别样的风景去占据视野和思想，你会觉得生活并不总是乏味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，处处充满阳光。9月10日，原本有的4天假期被工作拿走了2天，陪家人的时间当然也少了2天。趁着假期结束前，带着家人来了一个公路旅行，到斯里兰卡凤海边去玩。而我两个孩子呢，都很喜欢去海边冲浪玩一下。我也非常的希望给他们多接触大自然，让他们更接近大自然。孩子的天真无邪的笑容呢，是我镜头的最爱。别无他法，就是要和他们玩啊玩啊玩啊，玩到精疲力尽为止。但孩子们的天呢，好像是用不完，玩不累的。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，也会把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通通都抛到脑后了。看着他们开心的笑容，镜头拍下所有的画面，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当然，我的镜头前也少不了我的老婆，而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旅行的人。我觉得那也是她唯一的爱好，我个人觉得。因为呢，平时她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，就在家里看看网络小说，烹饪出一些好吃的。不过她确实一个很吃得了苦的人。记得上一次去旅行的时候去了巴黎，而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上山下水的人，而我老婆呢，平时就比较少做运动，不过一起去旅行她也会硬着头皮陪我上山下水。她每一次假期都想去旅行，虽然这个假期只有2天，她也要我带孩子一起来一个公路旅行。那说说我自己，我就喜欢拍一些属于自己的旅游影片和一些照片，把每一个美好的画面都记录下来，孩子们的笑容，老婆的笑容，大自然的声音，通通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将来孩子们长大了也可以观赏曾经去过的地方，看着他们自己留下的快乐童年，这也是我非常希望的一个画面。这也算是我给他们的一个礼物吧，希望他们会喜欢。